嫁给我吗？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，感动哦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他跪下来了，让他跪久一点，让他跪久一点，让他跪一点。太突然了吧！我完全没听清楚。对啊，因为太大了。他说没那么简单。不愿意。不愿意。全部都很喜欢，就一直觉得很幸福啊。嗯。叹气了吧，叹气了吧。是我逼的哦。没有回头路。这个歌词非常贴切，这就是我过去的写照，会觉得自己都熬过来了。粉丝们一定就知道我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刚刚就是歌词，怎么讲？我本来就觉得这个歌词非常贴切，但是当时拿到歌词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哦，好温暖，这就是我过去的写照，会觉得自己都熬过来了。粉丝们一定就知道我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一直以来心情，其实坦白说，我没有去跟任何人倾诉，我都是自己消化，所以可能刚刚这首歌的那个词，然后配上那个旋律，整个就是感觉就突然来了。